台北市东化南路从仁爱路到信义路的拓宽工程已经大部分完成，路当中的快车道已经可以通车，两边行人道也铺设了红砖，只有路当中的安全岛和绿地还没有种植。这一段路面完成以后，从东化北路到东化南路全线畅通。信义路从金山街到林森南路口的一段拓宽工程还在积极的进行，但是快车道和慢车道都已经可以通车。这段路面的完成使东门市场一带的聚拢改善了很多，交通也流畅了。和平东路从安中街口到基隆路一段的拓宽工程也接近完工的阶段，两边行人道正在铺设红砖路面。原来在安东街口的市场已经失去了踪影，使和平东路全线畅通，不再受到阻碍。忠孝东路从林森北路到酒厂，以及从东化南路到光复南路两段的拓宽工程也正在积极的赶工，预定同时完工。